就打炮的 idol， 我跟默默的关系不一样，你们不要迫害我们的关系，我们可是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的炮友关系，对吧，默默？我们都一起打积木、乐高，是吗？还是打什么？打桌游？吹泡泡的好朋友？哎，对耶，我们两个一起吹过泡泡耶。你知道那时候我们吹的泡泡还超大颗哦，你超会吹，就是夸奖嘛。我怎么觉得有点受到性骚扰的感觉？好，最后一篇文章，泡泡今天开心吗？请你分享一件开心的事情。我超会吹的，我分享完了。吹水吹泡沫对吧？我会生喉咙，我超会吹的，我肺活量超好，这样可以吗？各位，这样说法 OK 的吧？哦，哇，超真空性。you